个我朋友啊，你不是背你的书包，因为你背住书包嘛，你没有背书包就没有这样就比较好上车咯。你背有书包，你想看前凸几大个人吗？那么你要准备一件拍视频的。好拍呀。他喜欢拍吗？他喜欢拍环境吗？哎呀，这样多摩托停在这边，我不会过。要转一个圈哦，本来那边是这个嘛，摩托全部停在中间。要转一大圈呢、欸？没有大啦，前面一点点就可以转了。转头啊？嗯，没有啦，左边。往那边啊？那边不是去到鱼帮那边？没有啦，不是，还有，去到鱼帮那，就是去到鱼帮那个是下面了。在下面就去油棒了咯。老婆知道我坐你车？老婆知道我坐你车？不懂啊？不懂。哎呀！哦，这个有重复。天晚上就下雨下到，我等到晚上啊。那个起风哦，不灵不灵啊，昨天。买东西出的。聊天。